我想很多人在等我们这个单元 SUV 的极品，而且是三大热门车种。第一台我身边的 CR-V， 它的世代算是还蛮新的，在台湾的销售情况也很好，它是国产的。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2.4 四人传动，排气量是 2.4， 搭配了五速手自排变速箱，它的售价是 104.9 万。第二台最近非常热门，话题性非常高的福特的酷嘎，我们今天试驾一样是最贵的、最顶级的 2.0 涡轮增压四人传动的版本，它有非常多有很有话题性的配备，它的售价当然也比较贵了一点，达到 119.8 万。不过这两台车的税金是相同的，第三台唯一税金不同的 2.5 Toyota RAV4， 但是它是目前在台湾百万等级 SUV 卖的最好的，我们今天介绍的一样是最贵的、最顶级的四轮传动的，达到了 123.9 万。所以它跟最便宜的 CR-V， 虽然 CR-V 也是顶级的，他们的两者间的价差几乎将近20万，以及每年的税金，所以消费者自己去用算盘算一算。那这三台车其实它还是有其他的竞争对手，不过因为我们的人力有限，所以我们介绍这三台是目前最畅销，也是最热门，也是话题性最高的车款，就是 CR-V 对上了福特的酷嘎以及 Toyota 的 RAV4。 我们来看这三台车的外形。我们先讲车头，很多人现在很在意会去改装灯具， LED 日行灯标准配备， HID 标准配备。其实我一直觉得 RAV4， 我每次在马路上看到这台车，因为它能见度很高，我都觉得它的车头造型设计非常的成功，非常的现代。可是车尾呢，可能设计师睡着了，车尾他忘了设计，所以它的车头看起来非常的好看。包括下方有一个画龙点睛效果的，就是一排镀铬的四条，这个也许在最顶级的版本才有。可是整个车头看上去，尤其今天我们试驾的是一台深铁灰色的，整个车头看起来呢，非常符合目前台湾消费者你想要的 SUV 的车头造型。第二台酷嘎，我们介绍过很多次的，不过今天我们试驾因为是最贵的，所以它有日行灯，加上有 HID， 加上有鱼眼，以及下方你仔细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下气坝附近的，它有很多钢琴面板。这些面板为的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主动式的定速装置，加上了行人侦测以及障碍物的侦测，它有自动刹停，加上车道偏移，甚至在前挡风玻璃上方有一个基座。这些比较高科技的配备啊，你要买到 2.0 最贵的版本才有。第三台 CR-V 的销量也非常好，可惜它没有日行灯。日行灯的故事我们讲过了，大家可以看以前 CR-V 的试驾。但是它的车头造型呢，其实我觉得本田的设计师有一点很厉害，就是他设计每一款车子，你刚开始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能接受，可是你看久了，像 Civic， 你刚开始看它觉得怪怪，可是你看久觉得还蛮耐看的，尤其看到实车。CR-V 也是一样，你现在看到马路上非常多的 CR-V， 就表示台湾的消费者接受它的程度越来越高了。它有 HID 以及有鱼眼的配备，加上 AFS 主动转向头灯，整个水箱护罩也好，或是保杆以及整个车头的造型呢，它算是比较平整的。可是，在平整中，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不同材质的点缀。在整个车的造型线条上，三台车也是各有特色。有的上方呢有行李架，有的没有，有的车的轮圈尺寸比较大。甚至包括 RAV4， 它另外把选配的车侧踏板都装上去了。以 RAV4 来说，它的车身是最长的，可是它轮圈尺寸最小，它只有17寸。它的轮圈尺寸是2565R17。第二台是酷嘎，其实它的车身造型呢，尤其在线条上，在车侧，你猛一看，其实和以前很久以前的妖精 Escape 还有点类似，尤其是门板上的设计。它的轮圈18寸，另外运动版还可以选配19寸。我们之前在酷嘎记者会在高雄的时候看过运动版19寸轮圈搭配下来啊，酷嘎的整个车侧的造型运动感非常的强烈，而且非常的好看。它标配的轮圈是23550R18。第三台是 CR-V， 它的车身线条最干净，甚至上方的行李架也省了。轮圈的配置因为是顶级的关系，一样是18寸，只差在胎宽比较小一点。它的轮圈尺寸是22560R18。在车尾的造型上呢，因为我们今天试驾 CR-V 是最顶级的，所以它右边有个 4WD 的名牌。 CR-V 的车尾设计啊，其实你刚开始看很多人会说它很像某欧系品牌，但是你看久了，其实我觉得这三台车它的车尾造型还蛮特别的，并不是好看，其实还蛮特别的。但是在保杆下缘，
黑色防刮面积太大了，这跟当初三代一样，三代也很大，到 3.5 代的时候就缩小了。因为这种都会型的 SUV 通常消费者不会拿来做一些重度越野，所以你的防刮材质面积大其实并没有帮助。第二台是 RAV4， 延续我们刚刚讲车头的话题，它的车尾设计呢，在尾灯以下整个是平整的。上一代我觉得还比较好看，起码它的尾灯内建的灯泡还是 LED 的，加上还有一个很夸张的备胎。可是在这一代啊，它的后方在腰线以上都还 OK， 可腰线以上感觉好像设计师设计到一半睡着了一样。但是我很喜欢 RAV4 上方的尾翼设计， CR-V 就少了这个点缀，可是在 RAV4 上面的尾翼呢和整个车尾的搭配呢感觉上非常好看。第三台是 Kuga， 它一样上方少了一个尾翼，这上次我们就讲过了，在 2.0 最顶级的版本一样没有这个尾翼，不过它是唯一双出的排气管。其实在台湾汽车市场，百万的 SUV 以前其实没有到百万，大概八九十万 SUV 那个时候主力都是 2.0， 一直后来延伸到 2.4 甚至 2.5， 可是呢很少突破 3.0 的，除非是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旗舰车款。可是你会发现一个趋势， 2.4 大概是个极限的，未来一定会朝向排气量降低，甚至不排除油电，甚至包括涡轮增压、机械增压，这个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大排气量现在已经不受欢迎了。我们来讲第一台 Toyota RAV4 2.5 升，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税金多了一级，可是这多了一级的税金你除以365天，其实它的换算出来的差异并没有很大。应该消费者比较关心的就是你常常会掏腰包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加油。这三台车的油耗呢彼此间都有一个差异，不过很可惜，就是第一个 Toyota RAV4 它只借我们一天，所以我们测油耗是半夜没有办法测油耗。第二个就是 Kuga， 它还是从那个土石流堆里面拿了一个试车牌粘在这台漂漂亮亮的车子上面，所以它也没办法上高速公路，也没办法测。第三个 CR-V 它是唯一正常的，可是油耗测试我们测过了，所以我们这次还是没办法测试油耗。但是我们做了一个消费者很关心，就是噪音。这三台车的噪音我们在时速60、时速80并没有时速100，因为 Kuga 不能上高速公路。60和80这个区域，我觉得这三台车的差异呢重点就是在轮胎的滚动声音。其实在防火墙的隔音也好，风切声的抑制，尤其我们在隧道里面，大家的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这三台车如果未来准车主，你只要注意一下轮胎的胎压，尤其是后轮的胎压，因为这三台都是四轮传动的，车尾的重量会比较重一点，后轮的胎压不能像一般的前驱车这种方式去量，尤其很多人前面34后32或前面36后34，在这种四轮传动的车型上呢，前后的差异飙到2 PSI， 其实1 PSI 就够了。那我们来介绍它的引擎。以 Toyota RAV4 2.5 来说，这具引擎你在其他车机上呢也可以看得到，它的排气量 2494cc， 最大马力180匹，在6000转可以产生，扭力的表现 23.8 公斤米，搭配的是六速的手自排传统自排变速箱。它的驱动方式是四轮驱动悬吊系统，前麦花臣，后双 A 背。后双 A 背它有好处，当然也有坏处，等一下来丈量行李箱以及我的试驾心得我为大家来分析。第二台福特的 Kuga， 我们上次试驾 1.6， 今天试驾是 2.0， 未来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还是会做 2.0 Kuga 的单车的新车试驾，今天做的是极品。这具引擎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包括我开习惯的 CR-V， 今天在开到 Kuga 之后呢，光油门踩踏这个真的是骗不了人，它的整个反应加速的力道，甚至包括整个换挡，变速箱的换挡和引擎之间的搭配表现，成熟度和你家车库里面 Escape 比起来，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这具引擎的排气量是 2.0， 它正确的排气量是 1998cc， 压缩比 9.3:1， 最大马力非常惊人，242匹，在5500转会产生，扭力的表现 35.7 公斤米，也非常的恐怖，在3000转就可以产生 35.7 公斤米的最大扭力。搭配的变速箱其实和 RAV4 一样，都是六速的手自排，很可惜并没有用到自手排。它的悬吊系统比较传统，前麦花臣都一样，后多连杆。第三台 CR-V， 我很熟悉的 CR-V， 排气量是 2.4， 搭配的变速箱呢少了一档，五速的手自排。三台车其实都是自排变速箱，可是 CR-V 少了一档，比较吃亏一点。不过 RAV4 没有换挡拨片 ，CR-V 有。2.4 升
IVTEC 双凸轮轴引擎，它创造出的马力数据呢，你拿它跟 RAV4 比呢，丝毫不逊色。它的排气量2354cc， 压缩比10.0:1，税金是在1800到2400，这是它的优势。最大马力，以自然进气来说表现非常好了，190匹，7000转高转速，非常有本田的精神。扭力的表现22.6公斤米，在4400转会产生。它的悬吊系统和 RAV4 有一点类似，前麦花臣后双 A 背。另外还有一个消费者很关心，就保养资讯哦。我们之前讲过，稍微亏了一下车厂，保养资讯的配合度这么低，现在好快，每个车厂来的数据都好快，而且当天要当天就有。CRV 的保养数据，包括机油啦，甚至包括酷卡前保杆多少钱，以及 RAV4 后视镜总成多少钱，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大家看一下荧幕上面的规格表，你可以互相比较一下。进口并没有比较贵，四代比较新的车款也没有比较便宜，也没有比较贵。CRV 会是最贵吗？其实不见得，大家看一下互相的比较。你比较常会用到的一些保养资讯，油芯一颗多少钱，机油1公升多少钱，火星塞一颗多少钱，这个是你要去计算的。反而我觉得其实保杆，你又不是一天到晚在换保杆，或是一天到晚在换后视镜，这个我觉得还好。重点就是在5000、10000、15000、20000的保养，这个才是重点。在后座的空间，进出车门的便利性，三台其实都差不多，酷卡稍微小了一点点。我们现在讲 RAV4， RAV4 有一个最大的败笔，就是它后方没有冷气出风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坐垫，第一个皮质的触感，第二个整个坐垫的凹槽的设计呢，因为凹槽会兼顾到整个包覆性和支撑性，在这个部分它表现是比较不好的，有点像传统的沙发，就是全部都是平整的。你坐在上面呢，必须靠你臀部和背部衣服和皮椅的摩擦来创造一点支撑力。如果支撑力不够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用手去撑了。可是另外两台车它就有一些凹槽的设计，这样表现会比较好。可是相对的，坐在中间这位乘坐者，因为它中间比较高，比较突出，所以坐起来会比较辛苦。那以 RAV4 来说，它有几个优势。第一个，它的空间表现最好，膝部空间超过2个拳头，头部空间也几乎达到2个拳头。第二个部分就是，虽然它的坐垫的平整性太平了，但是它的整个坐垫的，尤其椅垫的长度够，所以你大腿支撑表现很好，以及中间地板几乎是全国领的一个设计。酷卡的车室乘坐空间，不管是 2.0 或 1.6 都一样。第一，中间有冷气出风口，但是它的车室乘坐，尤其是后座的乘坐空间呢，我先讲它的优点好了。我们刚刚讲 RAV4 的时候讲到，就是它坐垫，它没有什么高低的设计啊，所以你坐在后面完全要靠身体的支撑。可是酷卡有，它有一些凹槽的设计呢，让你坐在两侧的乘坐者，一般的就是在市区过弯呢，你的身体不至于有太大的一些侧倾。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消费者很关心的部分，就是它的椅背到底可不可以做一些角度的调整呢？因为后方有一个三角形的塑胶垫，如果你把它拆除之后，其实它可以的，而且调整的幅度还蛮大的。加上在吸住之后呢，车窗、车顶上有很多黑色的结构感，这个都是要应付法规的。我想交车之后呢，应该大家都会去拆除。第三台是 CRV， 它的椅背其实以现在的设定呢，它有一点点角度的调整，它不像酷卡是完全不能调的，但是它调整的范围非常的小，你一样呢可以透过一些设定上的取消啊，它的调整幅度会比较大一点。地板也是全国领的，这三台车地板都是全国领的。后方有冷气出风口，所以冷气出风口只有 RAV4 没有。那如果你后面要做儿童安全座椅的话，在 ISOFIX 这个部分呢， RAV4、酷卡两台都有 ISOFIX 的固定扣，可是在 CRV 是没有这样的配置。接着我们打开他们的尾门，首先是 CRV， 以我们丈量的纸箱， CRV 的空间在高度和宽度的表现，如果你60分的椅背没有做倾倒的话，其实已经够用了它的表现并不是最差，其实最差是 RAV4。那它的椅背倾倒60分离是最便利的，在后箱两侧有一个拉杆，一拉就可以做椅垫的收折和椅背的倒平，归位的时候也很轻松。它是唯一有这样的设计，另外两台车你都用传统的方式来收折椅背。那倾倒第二排座椅之后，它的整个空间表现，我们刚刚讲过，你只要把这些应付法规的结构感呢，黑色的这些很讨厌的结构感拿掉之后，其实它的空间在高度和宽度，甚至包括平整性的表现都很好。第二台是 RAV4， 两台车的开启方式，其实在尾门的重量上呢，
其实都 OK， 因为它没有电动尾门，但是它的高度也好，还有它的重量呢，女性消费者、女性车主开启都非常的便利。打开之后啊，因为它车身外侧腰线，我上次在做新车试驾就讲过了，它的腰线非常高，加上它有一个车窗面积的部分啊比较窄，腰线以下比较宽的一个视觉效果，这个会影响到一个地方，尤其在我们纸箱放进去之后呢，正好在腰线以上，我们的纸箱没办法放。你要硬塞进去当然可以，可是如果说你今天的物品是非常硬的物品呢，你根本塞不进去。所以在六四分离椅背没有倾倒的情况下，它上方的宽度不足以及高度不足，所以会造成我们的纸箱呢放的数量是最少的。不过如果你把六四椅背倾倒之后，倾倒之后的空间表现呢，它就非常的出色了，而且它是最好的。六个纸箱在 B 柱和 C 柱中间呢，因为它的高度够，所以它可以放置呢六个完整的纸箱，这是唯一的，另外两台车都没有办法。所以也代表就是你全家出游，一般的家庭你椅背没有倾倒的情况下，后面的行李箱空间其实就已经够用了。可是当你今天要做一些商务使用、载货使用的时候呢， RAV4 的表现又非常的出色。第三台是 Kuga， 前面两台都是传统的尾门开启方式，第三台你只要脚在前方这边一踢，它就可以做尾门的开启，这个是它另外一个比较傲人的科技。你花再多钱买另外两台也选配不到这样的配备，但是打开尾门之后，因为我们今天的四乘车后方的底板并没有有一个隔板，所以它有一个凹槽的设计，未来上市的车型其实它有一个隔板的。它跟 CR-V 一样，因为上方应付法规的一些结构感，所以在我们丈量的时候呢，就会牺牲掉一点空间。酷嘎的表现在椅背没有倒平的情况下，它的表现是比较不好的，可是倒平之后其实它跟 CR-V 是差不多。以这三台行李箱空间，不管是灵活性和便利性，以及它的我们讲纯 Q 啊，就是能屈能伸的方式啊，我比较喜欢 RAV4。在内装配备上，我们先讲酷嘎，它的主被动安全非常的精彩。我们所印象知道的气囊树，很多人入门车款啊，尤其是我们等一下介绍另外两台啊，最入门的都是很可怜的两颗球。然后呢，到四颗球，有的到顶级才四颗球，甚至有的连气帘都没有。可是，在酷嘎，你买到 1.6 最入门最入门的版本都有五个气囊，第五颗是膝部驾驶座的膝部气囊。所以代表一件事，气囊并不是车厂，尤其是制造商最主要的造车成本。不要再拿气囊一颗非常贵这种理由来搪塞我们这些消费者。你以后啊，从现在开始，如果以后气囊数再分什么入门两颗、中阶四颗、高阶六颗这种分法的啊，我是呼吁我们的消费者都不要去买这个品牌。以福特来说，它不会笨到把这些很高成本的东西呢放在入门车款上来造成它的压力。福特都可以做到，为什么其他品牌做不到？这个我搞不懂，尤其是市占率比较高的品牌反而做不到。你赚了那么多钱，你反而还去斤斤计较这个一颗气囊多少钱哦。所以我说以气囊数来说，以后我希望，当然我们不可能影响到所有消费者，可我希望你看了这个影片，你只要再发现业代的跟你讲你买入门只有两颗哦，你就直接走了，不要买。在福特酷嘎 2.0 最顶级的版本，它有很多高科技的配备。那这些高科技配备啊，不要我来介绍，我们找一位会开车的女生，她第一次体验，不管是电动尾门，不管是主动式的定速装置，甚至包括路边自动停车，由她来体验，大家看她的表情，以及她最后的访问心得，你就可以知道酷嘎100多万，就好像我载到这位 model 的时候呢，我跟他说这台车100多万，说哇这么贵，可是当他体验完这三大项之后，他会觉得非常超值。这个 P OK P on OK 按下去，打方向灯，打左边，因为它左边嘛，你打左边方向灯。现在要握的方向盘，对，好，来。这个时候它还没开始自动，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动。OK， 好，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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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好。他告诉你，他侦测到了，可是还是要继续前进。好，停车。他告诉你现在可以开始 pass。好，可以。我不用动方向盘吗？不要，现在不要动方向盘。好，
就慢慢的，慢慢的，啊。哎、欸，很棒，它在动哎、欸。对。它不会撞到吗？不，撞到福特会赔，没问题。哦，真的都不用动哎、欸。对，好。可是你还是要注意前后的速度， okay. 尤其是后面，你还是可以打，再放，再放，再放，再来，再来，再放，一直到他说 OK 为止，再放，再放，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好，刹车，你觉得这样已经很近了？对，你把 P 档变成 D 档，我们要前进，要让它去修正方向盘。你看方向盘在动，然后就刹车慢慢放掉，所以还是不用动方向盘，还是不用动，慢慢的，慢慢的，好，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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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停，哦，他已经告诉你，主动趴车完成，辅助完成，表示你把车停好，一次就停好。哇，真的耶？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就把变速箱打到 P 档。因为停好车了，停好车了，然后拉好手刹车 ，OK， 这样就完成停车了。啊，好厉害耶！很厉害啊，拍拍手。对啊，因为我不会停左边的车，我第一次成功，我好开心。要踩刹车油门，有没有？他发现前面有车了，对他就减速了。有没有？他在刹车，是他在刹车，这都不是你自己的动作，他在刹车。到。好，前面有车进来，你有看到他会自己刹车、啊？他有没有自己刹？有。好，好，你现在可以自己刹，自己刹，自己刹，自己刹车，刹车，你自己刹，对，自己刹。好。他定速取消了吧？取消，因为你刹车，他取消了。会不会用？会，会。如果在高速公路就很好用。会用，很简单。很简单嘛，好，一样我们走。好，一样定速增加，定速增加，是一定是15，对不对？对。对不起，他没有45。对，因为他是没刹车。对。因为它的速度没有超过45，所以它你就会跟它保持一直这样的距离。啊、嗯。但是如果说，因为台湾人开车都喜欢钻来钻去，刚像刚刚有没有那计程车突然钻进来，它会刹车，它就会刹车。它提高到50，那你也高对不对？可是你最多只到，因为你定速设在45。对。它已经不见了，可是你还是在45，因为你定速是45。像我不喜欢找钥匙的人，我包包非常的乱，我不喜欢找钥匙。所以我只要一靠近车门，我脚一踢，而且我又是手机会拿在身上的人，所以很方便。嗯。然后如果说假设带长辈的话，那我也是需要帮他们提东西，甚至有时候推轮椅，对我来讲这个功能也非常的方便。自动停车的话，因为平常第一女生开车本来就停车技术不会那么的好。那又加上它有时候我们找到左边停车格，但我们停不进去，这是非常大的困扰。所以它自动停车的功能，尤其它可以侦测到左右边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方便，而且很安全。因为以前听到的自动定速，就是我定速到，譬如说高速公路上我定到100，但是你减速它就取消了，或者是你有车子进来，你还是要自己去控制。但是这对我来讲会很棒的是，因为像女生，当然这是不好的示范，就是有时候可能不小心东西掉了要捡东西，甚至可能要拿手机的时候，但是因为它有自动定速跟自动刹车的功能，所以当我在有紧急状况出现的时候，同时之间有车子插进来的时候，它可以自动保护我的安全。那接着我们来讲它的整个中控台 T 字造型，上方有一个萤幕以及 SYNC 系统，这个和 1.6 是一模一样的，一样有声控的装置。加上另外你可以选配卫星导航、数位电视，它内建的倒车 CCD。下方的空调系统是双区的恒温空调，后方有冷气出风口。变速箱搭配的是6速的传统自排变速箱，换挡的方式在排挡杆上面有个加减正负的一个符号来做换挡，后方没有换挡拨片。仪表板和 1.6 也是一模一样的，只差在几个地方。第一个，我们传统方向灯拨杆这边有个按钮，这个是车道偏移系统，它两段式的。你只要按下去之后呢，仪表板中间这个彩色资讯幕会显示，第一个是关闭，第二个只有警示，就是当你今天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呢，车辆突然偏移的车道，它只会有声响的警示。第三个，它会帮你修正，但是这个修正的功能呢，有几个地方我觉得还不是很成熟。这个部分哦，因为我们今天集评可能影片会太长了，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我们在做 2.0 新车试驾的时候呢，我再为大家来做解释。我先告诉大家，它的功能就是它有三段式。第二个部分就是在酷改左下方的定速装置的按键后方，有一个双箭头的符号，一个是比较短，一个是比较长的。这个符号就是主动式的定速装置。
当今天达到一定的时速，你启动了定速装置之后，你只要按下这两边的双箭头符号，仪表板上面资讯幕右边它有一个侦测系统，它可以设定你跟前车的距离，这在高速公路非常好用。只要前面刹停，你的车速会跟着下降，相反的，前面只要又加速了，如果你定速是在100，你又可以回到100公里。驾驶座的座椅有电动椅加上电动的腰靠，副驾驶是传统的手动调整。这两张座椅和 1.6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还是在大腿的支撑上表现其实还不错，可是我觉得它的背部也许真的是我开习惯日系 SUV 了。我很喜欢日系，尤其是 CRV， 不管是三代、3.5 代到现在四代，它整个座椅的乘坐品质啊，你在高速公路大概从台北开到林口你就有感觉了。有的就是它那种支撑是很假的，或者说它的支撑表现并不是到位的，也许我的体型不标准，所以它支撑我的时候呢，我觉得它的背部的支撑和大腿甚至包括臀部的支撑有些太多，有些不够啊，所以会造成在长途行驶的时候你的疲劳度会升高。可是在日系车型，也许日本人在造车，因为都是亚洲人嘛啊，所以他在造车的时候呢比较能够了解亚洲人的体型，所以他的座椅的整个设计上会比较贴心一点。在 2.0 顶级版本呢，还有一个大尺寸的天窗，而且还有电动的遮阳帘以及电动的开启装置。可是有个地方啊，我上次在介绍 1.6 酷卡就讲过，我觉得这个是福特还需要加强的地方，就是它的视觉上还有触感上。中控台上面虽然有软质的塑胶，你捏起来是软质是没错，可是它整个配色，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好了，你看萤幕上面这个遮板，你手只要轻轻找个小朋友，你稍微这样滑一下，它就会有这种已经几乎快要被我搬开的这种感觉。那你开一年之后，它还会维持这样子吗？可是你去看 CRV， 你去开 RAV4， 你去试车的时候，你去摸一下它的基座，你看像这个排挡杆基座。你只要这样一弄，它整个基座都在晃，而且甚至我一把就可以拔开了。这么轻易你都可以，你两根手指头都可以轻易的搬动的这个基座呢，你难保你开了一年两年之后它不会有杂音，甚至包括会不会裂掉都不知道。可是在另外两台车上面，整个中控台非常的扎实，你怎么硬搬都没有声音，而且它完全不会晃动。可是在酷卡上面这些小地方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第二来介绍是 RAV4， 它跟酷卡一样都有 Keyless 的按钮，就是引擎的启动钮。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容许我把冷气打开为大家来解说。我们讲它的主被动安全，主动安全一样有循迹系统，甚至包括上坡下坡的辅助系统。被动安全的部分，顶级的车款才有6G 气囊，包括了车车的气帘。它跟酷卡比起来少一颗，酷卡是7颗，入门款是5颗，以 RAV4 来说是6颗，其实还勉强及格。不过因为 RAV4 它是最贵的，所以我们当然对它要求会比较高一点。中控台七字少年上面呢，第一个有一个萤幕，这个萤幕呢和中控台整个完全不搭，感觉是另外挖个洞再把它放进去的。这个和酷卡比起来，不管是语音声控的 Sync 系统，包括它萤幕和中控台的整合性、视觉上还有造型上的表现呢， RAV4 完全不及格。但是它内建的倒车 CCD、 卫星导航，这个都是标准配备。下方的空调系统是双区的恒温空调，后方没有冷气出风口。听好，没有冷气出风口。整个中控台造型上呢，它赢过酷卡的地方就是它不像酷卡，你随便搬一个板件，一个饰板，你轻轻两根手指头一顶，就会产生一些异音，甚至包括会晃动。可是，在 RAV4 上，它的组装品质的扎实度表现还不错。另外，在下方有一个 Sport 的按钮以及 ECU 节能的按键。变速箱一样采用锯齿状的。它的手自排功能，你必须把锯齿状排挡杆拨到最左边，前升档后降档的模式来进行换挡，后方并没有换挡拨片。方向盘一样是真皮的三辐式的方向盘，上面的按键是最简单的，因为它的定速装置并不是整合在方向盘上面，而是另外有一个单独的按键拨杆。仪表板上面的资讯幕一样是单色的，以 RAV4 来说，它的仪表板造型也好，资讯幕的显示算是比较老旧的。虽然它有基本的旅程电脑资讯，但是我觉得它整个设计上和酷卡比起来有个非常大的落差。如果你去试了酷卡，你看过它非常丰富的资讯幕，你再看 RAV4， 你会觉得你好像在试一台发财车一样。 RAV4 的两张座椅，我在之前做单车试驾的时候就讲过，它跟 CRV 非常的像。其实我大概是坐久了，所以我很快能够接受这样的座椅设计，不管是椅垫的长度、
甚至包括座椅的包覆性，你乘坐者、驾驶者深陷座椅的这种感觉，以及电动调整加上刚刚好的电动腰靠的设计，它的腰靠调整的非常便利，而且以我的体型来说是刚刚好的，所以我很喜欢 RAV4 和 CR-V 的座椅。第三台是 CR-V， 它的主被动安全是最不完整的，尤其在被动安全气囊数只有四颗，并没有车侧的气帘，很重要的气帘它没有，就算你买到最贵的版本也没有。主动安全因为它是最贵的版本，所以它有循迹系统。虽然它的主被动安全是最不完整，不过也许是因为它的车价最便宜吧。可是我觉得六颗气囊柱应该对于车厂的造车成本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在T字造型上呢，不管是设计感、组装的扎实程度，甚至包括它的配色还有用料，你各方面的表现啊，我们不要很主观来说，假设今天有机会你带着你的长辈，甚至带着你的妻小，你们去试车的时候呢，三台车不妨都去试看看，你就坐进它的驾驶座，你只要像我刚刚那样稍微去移动一下，另外这两台日系车啊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噪音，可是在酷卡上面就很明显。 T 字造型上面的萤幕上方有一个彩色萤幕，这个彩色萤幕的资讯幕非常的简单，我想应该不太会有人会去用到这个资讯幕，因为它的油耗显示你可以透过仪表板中间来显示，还有一个音响资讯呢，其实它并不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图片的显示，那更无聊。但是在音响主机上，目前你只要买 CR-V， 其实它的凸定造型这个萤幕主机啊，并不是像这样子的，而是一个真正的萤幕。那个萤幕还内建了数位电视、卫星导航以及倒车 CCD 啊，所以你现在去展示间看车的时候，你现在买 CR-V， 它并不是这种传统的凸定音响。下方的空调系统是双序列恒温空调，以及排档杆的造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它的手刹车并不是传统的拉杆式的，而是用脚踏式的，也因为这样子可以在中间这边创造出第一自备架有三个，第二这边的造型会比较平整一点。仪表板一个大圆两个小圆的设计，中间一样有铝圈电脑的显示切换，它和仪表板上方这个蓝色的资讯幕是同步的。方向盘三幅式的设计，上面的换挡拨片标准配备，上面的按键非常的丰富，左边切换资讯幕以及控制音量的大小，加上资讯幕上面的 menu 按键的切换，右边定速装置以及下面有另外三个按键，这三个按键主要是控制仪表板中间这个资讯幕的切换。 CR-V 在最顶级的版本它有电动椅，一样是六项的电动调整加上电动腰靠，这个在最顶级才有。副驾驶的调整是传统的手动。 CR-V 的座椅和 RAV4 很像，这我刚刚讲过，甚至它的包覆性表现和三代和 3.5 代也非常的类似哦。本田的车系呢，它的座椅设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假设今天你已经开了好几款本田车系啊，你去坐别的品牌都会觉得怪怪的，就跟我一样，我只要坐到本田，不管是 Accord、Civic、Fit， 甚至 CR-V， 你坐上去很快就能够适应，因为我已经很了解、很清楚知道他们的设计师在设计座椅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坐 CR-V 坐习惯了，你去坐别台车，你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这个并不表示 CR-V 的座椅表现是最好，只能说就是它让你，它让位新手或是你没有接触过 CR-V 的人，你坐上去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你就能够很了解这辆座椅的特性。你不像别的车，你可能调了半天，从台北开到高雄，你到林口要调一下哦，腰靠不对，你到了中立要再调一次哦，椅背太倾斜了，或是坐起来支撑性表现不好，甚至你到台中又要再调一次，可能哦座椅怎么感觉这个大腿支撑不好，再调前面一点或调后面一点哦。可是在本田车系上啊，这个座椅的设定啊，我真的是接受度会比较高一点。在最后的试驾心得，其实我已经快没声音了，所以我手上拿了水。这三台车他们彼此间还是有个价差，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心思，甚至有点半威胁的情况下，好不容易凑齐这三台车的，因为酷咖才有另外两台车加在一起的极品。我们当然先讲酷咖这具 2.0 的引擎呢，我非常的期待。我当初在试驾 1.6 的时候，其实它油门踩踏其实就够了，如果你是一般的市区代步甚至高速公路行驶， 1.6 其实就非常够了。但是 2.0 它这些高科技配备确实非常吸引我，这些配备给你当然是很好，可是我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科技配备呢，抵不上以人为的技术。
也就是说，这些科技配备都是辅助，你不要百分之百去依赖他们。你依赖了他们之后呢，第一，你的驾驶技术会退步；第二，如果这些电子产品总有一次它会失灵，如果它不小心失灵的话，你可能会反应不过来。所以我建议所有的准车主，也许你有这些很丰富的配备，但是我建议你开车的时候还是要专心，还是要专注，不要说我有循迹系统了，我就可以乱钻，我在下雨天就可以开很快。也不要说我有这些配备了，我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左右去观看四周有没有障碍物，甚至包括小朋友突然跑出来的时候呢，都很危险啊。所以你还是要保有你原本基本该有的驾驶观念，你再去享用这些辅助的配备，这样子才可以让你的驾驶的安全性能够提高，而不是你放弃了你原本的观念，完全仰赖它，那就完了。那以酷咖来说，当然这具引擎是重点，2.0升的引擎，涡轮增压，缸内直喷，搭配六速的变速箱，它的油门踩踏确实在这个部分，如果你是性能派，那真的只有这台车可以来做选择。它的整个油门踩踏的反应，你不要说拿跟 RAV4 和 CRV， 你拿它跟进口的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欧系的 SUV、中小型的 SUV 来做比较，酷咖完全不会逊色，这个部分呢非常好。第二个部分就是很多 SUV 车主很在意的噪音。我本来以为福特的噪音也许会稍微大一点，不过在实际测试的情况下，三台车其实都差不多，甚至酷咖还不见得是最输的。那酷咖的优势有什么？当然就是它的引擎科技，还有它的这些电子配备，加上非常好的主被动安全，以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行车的路感，在这些这么多优异的体质搭配下呢，我从中还是挑到一点点它的毛病，就是它的操控性。我觉得它的转向，还有它的整个底盘，和这两台日系比起来，它并没有我先入为主会觉得它的操控性又非常好的这种感觉。它也许在操控性的表现是不错，可是我觉得它并没有赢另外两台车太多。我先讲最烂的是谁？最烂的是 RAV4。RAV4 的操控性，我们先讲方向盘的转向辅助，它的电子辅助方向盘转向太轻了，加上它的车身晃动是最明显的，你不用太快，你在市区时速40公里，你换一个车道也好，或是过一个直角的弯道，你都会觉得它的车身晃动会很明显。也许有些人会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它的悬吊会比较软，但是当你今天车上载了一些成员，譬如说小朋友或是长辈的时候呢，它的身体左右晃动，甚至包括你加速、减速、前后侧倾的这种感觉 ，RAV4 是最严重的。再来就是 CRV， 以操控来说 ，CRV 算是最中规中矩。不管是在高速公路行驶，它的稳定性，因为是四轮传动的关系，它的稳定性表现很好。再来一个就是它噪音的表现也不错，以及它的油门的踩踏，它没有像 RAV4 比较笨重一点。当然，它没有酷咖这么的有性能这么的爆发力，可是190匹，你在高速公路很明显可以感受出之前三代和现在四代它的引擎出力的差异。搭配的变速箱虽然也都是五速的，可是我觉得 CRV 在整个台湾99%消费者使用的路况环境下呢 ，CRV 2.4这具引擎的表现非常的好。那最后我还是下一点结论：第一个，我不会买 RAV4， 因为我不喜欢它的底盘。讲直接一点就是，而且再一个就是它的税金，还有就是我不太喜欢它中控台的造型，但是它有它一些优势，就是它的整个空间的便利性表现是我最欣赏的，以及它的车头造型，我觉得这次设计很成功。第二台酷咖我也不会买它，因为它的中控台的造型呢，组装品质上那个是我每天要面对的，不管是方向盘的握感、中控台排档感，尤其那个加减的符号、升档降档，以及那个基座附近。还有中控台造型上面这些饰板，你随便手轻轻一推都会有些异音，这个难保在一两年之后呢，它会不会坏掉，甚至会产生更大的噪音。第三台 CRV 我也不会买，所以代表这三台车我都不会买。 CRV 的部分，以台湾本田或者是日本的母厂在针对这台车，我觉得有些东西呢，它可以再添加一些配备在上面，让它变得会比较完整一点，我甚至可以接受它的价钱可以再贵一点，因为这台车价钱它是最便宜。如果你可以把一些车侧盲点，尤其 SUV 车型它的车身比较大比较高，
车侧的盲点会更多，死角会更多，车侧盲点在这个时候会派上用场。车侧盲点系统可以有，甚至自动刹停的功能可以有，我想 CRV 它就会非常的完美了。那消费者，我们给你所有的资讯，不管是保养资讯、噪音的资讯，我们只差没有做油耗，以及空间的丈量，加上外观，你一次可以看到三台车的外观，美丑你各自去判断。这一次我没有首选，因为这三台车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优点，但是他们的缺点呢，却是我目前在购车条件、购车这个环节上，有些地方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